是要掌握的時間等等都要好好，所以他剛才就失了。但是相反，現時歐洲的運動員比賽都用這板，放放下突然間削一板，令到你難以亦都應付的。但這板靚啊，再一板發力好衝的，陳七華夠埋一個車身，再一個關頭，再夠埋的，再放高，盡量表演。嗱，許新才呢板咧，再嗱呢板矮仔縮矮仔啦，俾佢啊！嗱，如果陳新華呢個波自己唔擋咧，俾許新才擋翻個仲精彩嘅，咁變咗佢就趕唔翻個擋咯喎。